手表一看，那个是很典型的一条龙公式。我希望蔡总统自己反省看看，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主张的？他现在的，现在他就是又被爆料，就是说入文二次加封，民进党也都一直在批评他，每天讲话是精英。参考文件要加一个，如果我们怕人家知道，要把他参考文件拿掉，因为怕人家一点点。所以事实上，参考文件再加一条，反而是一种问心无愧，我怕不怕人家知道，再把它写清楚一点。手表一看，那个是很典型的一条龙公式。早上六点先发文，八点网路了，吼，一四五零就上了，九点半陈翠荣就出来开记者会，那晚上就没。我要警告民进党，不要用名嘴治国，用名嘴治国跟网军治国，迟早会遭到报应。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主张的？有这样控制媒体控制成这个样子吗？这完全是媒体为这个政党所用。我希望蔡总统自己反省看看。2016年我们都支持你的，你今天所做跟你2016年承诺相同吗？